福兴李岗村一名黄姓中介修理好，伊住的厝厝顶有严重的损害，常常漏水。在福保村长黄耀辉帮助之下，伊个女志工团是号召30多位的志工，做伙帮伊重新起厝顶，并且添加热水壶、甲洗手台等等的灶卡设备，好有舒适的生活环境。志工是做伙动手，甲黄姓民众定期厝顶。伊个女志工团兵是伫偏乡帮助真侪弱势民众，即个伫村长黄耀辉转介之下，来到福兴帮助黄姓民众定期厝顶，希望让因会当有一个适合居住的环境。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这个偏乡地区做帮忙，那因为那个村长的转介，然后呢就让我们有机会来这边服务这样子。因为屋主的房子会漏水，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后面有一个树啊，会影响那个结构，把它给砍除了以后，那屋顶给拆除了以后，要换新的屋顶上去。乡长议员拢特别前来关心，乡长是支持清洁队帮忙协助废弃物的运送。议员黄俊元嘛，大心准备帽啊、甲茶水，给辛苦的志工。啊，这是咱政府有当时啊做袂到的所在呢。啊，咱的义工如呢，和咱关心咱这个咱政府做袂到的所在啦，和咱乡民呢得到这个温暖。啊，咱非常感谢咱义工如所有的成员，今仔日为真远的所在为各角头大家集合来这斗三工。感谢着咱义工如，咱这個慈善团体会使讲对着咱社会一寡较弱势的咱政府有法度帮助着嘛，安尼出手来斗三工吼。让咱的社会呢，感觉会安尼就温暖。当然，因的抛砖引玉，嘛是讲希望咱各界咱所有的慈善团体，有机会吼，会当安尼大家共享盛举。村长指出，感谢社会各界的援手，除了义工路帮忙重建以外，台民将林当署长嘛免费提供大爱所在，大家做伙帮忙，让黄姓民众有一个完整的家。新中华新闻蔡良谦复兴采访报道。